女生住酒店有多麻烦？几个能让你爱上自己浴室的小物件，懒人洗澡刷必须派上名号，有了它洗澡也不用再求人了。软硬适中的毛质，能给我十年没洗的老茧都刷得干干净净。嘿，别说这效果，刷身上真的太舒服了。加长的手柄，平时洗不到的后背都能轻松刷到，接指甲大点的沐浴露就能打出丰富的泡沫，不用时挂上就行，既不占地方，拿去也很方便，让你爱上刷马桶的小可爱。清洁起来是一点都不费力，软硅胶刷的材质可以深入到马桶盖的缝隙，而且还能潜水不伤釉面，身边是个小刷子，马桶的边边角角都能刷得到，用完灌回去干净又卫生。自带背胶的可以贴在墙上不占空间，平时也不影响打扫卫生。咱们女生不是不爱洗头，是吹头发真的很麻烦。如果你男朋友能给你吹头，那这一块当我没说，一边玩手机一边吹头发，一起解放我们的双手，幅度也能自己调节，这里还能放点小东西收纳点物件，用的时候也不怕找不到了。这个吸水垫是我最近发现的新大陆，硅藻泥的材质，垫地上不仅防滑性好，平时弄脏了用水冲一下就行。来一起看看这个吸水型，放这儿颜值高不说，洗漱之后也不会溅得水到处都是，卫生间空间小，一天不收就乱糟糟的。这个拖把挂钩安利给你们，背胶的设计直接贴上去就行，不损坏墙体，承重力还强。旁边的小挂钩还能挂些清洁用品和毛巾，小小的一个收纳效果真的绝了。咱们对一切需要自己动手的事情说 no， 自动洗手液机一秒出泡沫，伸手就能感应，这个可比普通的泡沫更绵密。家里不爱洗手的小孩也开始变得爱洗手了，平常洗碗洗洁精不好控制量的，打开这里的盖子就能替换自己的洗洁精，每更换一次电池半年都省心了。安排这个节约又环保，家里方方面面都得告记住呀，能让你提升家庭地位的就是它了。三种打开模式，会手会脚都能感应，按常开模式削个果皮也很方便，右边是常关模式，还能预防细菌滋生，14升的大容量还自带防水功能，再隐私的垃圾放里面也不怕尴尬了。这个玩意儿不获个诺贝尔奖可惜了，有时候坐着就很吃力，蹲着才最符合人体工学。这个小可爱的鼻子打开后还能放个香薰盒，噗噗的时候
候还能缓解气候，神中力强，平时当个踩脚凳都没问题，不用的时候折叠起来存放也不占空间，十几块换来一身的顺畅，真的可以冲。这个小刷子就厉害了，能让你大扫除的时间省下一大半。它一面是双面的海绵刷，一面是软硅胶条，每次刷完轻轻一刮，干净还没有水印。这里有个隐藏的小刷子，能刷台面的缝隙和角落，刷子的铲头铲一些胶渍也很方便。洗漱台上乱糟糟的，找个东西不方便不说，还容易弄错。有了这个牙刷置物架就方便多了，它自带的四个被子，家里一人一个就能分得更清楚了。自带的背胶设计，安装也很方便。牙刷这样放不怕落灰滋生细菌，这里置放牙膏的地方，大小号牙膏都能放，每次用多少挤多少也不浪费。上面还有个四个置物架，平时要用的都能放上去，关键承重力根本不用担心，这样一眼看上去台面就整齐多了。女生住酒店有多麻烦，臣妾就在这儿，皇上吩咐便是。皇上刚服下圣旨，晚上替我相个亲。不去，我已经把地址发过去了啊。我不在家。马上把香奈儿包给你买了。好嘞。对了，他长啥样啊？
孩子，也许只能如此，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。草原广阔，指纹识别成功。小爱同学，打开观影模式。OK 啦。